啡。走。妈妈妈妈妈妈妈。几日不见，你这陆飞成陆龟了。你才乌龟呢。哎，还真没想到啊，咱俩还能在战场上见面啊。瞎瞧我是不是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特战的战士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算什么账？你把蓝军都消灭光了，也不留俩给我玩玩，太不仗义了。我怎么能想得到呢？这蓝军这么不精打，我本来以为还能有一场像诺曼底登陆一样的恶战，没想到才放了两炮，这滩头阵地就给抢来了。还不是因为你，蓝军守卫一定是怕听你唱歌，一听你要来，哇，全跑。哎哥。别跑、啊、开玩笑，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还真想对着大海一高歌一曲。别别别，我生我死灰。趴着吧，小乌龟。哎呀，你这个炊事班的，好好服务我们作战部队啊。你在前面小心点啊。乌龟，到。上面让我们给侦察连送点食物和水。好，那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。师傅，100多斤东西这么远，你跟刚才那个装甲兵不是朋友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他们要去809高地，在这儿。啊，顺风车。对呀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嗯，哎，东西，来。快去快回，哎，好嘞。